你是小梅子吧？你想干嘛？你是来找妈妈的吧？我知道你妈在哪儿。她在哪儿？嗯，我带你去找她好不好？我凭什么跟你走啊？你是坏蛋！小梅子，那天的事儿呢，是阿姨做错了，阿姨已经跟你妈妈道过歉了。我和她呀，现在是特别好的姐妹。我带你去找她好不好？ 我这几天看这些书，真的特别有帮助。我就觉得我也没上过正规大学，我心里还是没底。没有上过正规大学，自学也能成才啊。哎，梅子，有句广告词说的特别好，一切皆有可能啊。哎，梅子，这邓江平要给你打官司，你是怎么想的？ 我今天来还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。小梅子特别爱她爸爸，但我肯定不会把孩子交给这种人的，她会耽误孩子的。我就是担心，要是小梅子她一定要跟邓江平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梅子，你放心，如果邓江平要给你打官司的话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律师。 小梅子绝对不可能给他的。好像就是。我妈妈在哪儿啊？大坏蛋，你又敢骗我！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把这条项链交给失主，进一步确认是不是他丢失的那一批。小梅子，能把这条项链借给阿姨用一下吗？ 你是个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你们都诬陷妈妈，你们全部都是大坏人！没有见过这么刁蛮不花的小孩，真是有亲必有亲。喂，是我，跟梅子有关系。 你们千万不要把小梅子吓着啊！我马上就到。小梅子怎么了？哎呀，小梅子身上有项链。啊！哎，快快快！情况大致就是这样，我对比过了，确实就是丢失的那批，而且见过项链的小豪也来辨认过了。张部长，那小梅子她现在人呢？刚才我们准备把项链拿过来进一步确认的时候，她跑了。 小孩没有受到惊吓吧？李总，鉴于这种情况，我建议对梅子进行停职处理，并且取消她考试的资格。现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就轻易下结论。李总，张部长，那些项链真的不是我拿的，邓江平怎么会有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就是为了这个跟他离婚的吧？你已经想好转移赃物的途径了吧？ 梅子啊，我真的是特别佩服你。这十几条项链，十几万呢！哎，你妈治病的钱凑够了吧？一个多么高尚的理由啊！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治病，不惜以身试法。现在失主也撤案了，你也可以免牢狱之灾了。这十几万也到手了。可惜呀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你怎么会想到你的女儿带着项链来酒店呢？啊？ 这就叫做报应，做坏事的人总归有报应。刘芳，梅子跟邓江平的离婚是在这事儿之前。他怎么知道这项链是谁放到那儿的？你又不是保卫部的人，请你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。行，李总。张部长，我觉得呢，这事儿也不用调查了。这些项链呢，就是自己长了腿跑了。 张部长，我得去找一下小梅子。哎，你不能走啊，问题还没说清楚呢。梅子，去吧。李总，这个问题如果您今天不做明确处理，我会向总部反映。随便，去吧。张部长，李总。
如果在考试之前我还不能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，那我会自动离开酒店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王姐，你知道不？梅子真的拿那些项链，今天她女儿戴着项链来宾馆找她了。梅子不是那样的人吧？嗨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 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哎呀，我觉得吧，这里头可能都是坏蛋。你和刚才那个坏阿姨一样诬陷我妈妈。看什么看？小梅子，你自己低头看看脖子上的项链，问问王倩阿姨，这是不是那天丢失的那批？这是我爸给我的。回去好好问问你妈。 看哪儿怎么当母亲的！哎呦，行了行了，你跟你个孩子置什么气啊？啊，小梅子，来来来来，不生气了啊！阿姨有一会儿带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先坐下啊，不生气。不好，你为啥不敢去？我为啥要跟你们去？你们是坏人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儿子会打洞。你才是大老鼠呢！行了行了，我算是领教了，这就是梅子的孩子，真没教养。我不许你说我妈妈，她是好人。好人，装的吧？ 就为这事，我被扣了半年的奖金。他亏不亏心呢？自己做贼，连累别人。你们都是坏人，只有我妈妈是好人。哎呦，接着装。哎呦，你少说两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小梅子，小梅子不哭了啊，妈妈是好人啊。真会演戏。你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啊，不哭了啊。王琴，高姐，一点都没教养。 我不准你说我妈妈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，这条项链是我爸爸给我的，我妈都不知道。小梅子不哭了啊，妈妈是好人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要你管。哎，王琴，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高姐，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？ 她是梅子的孩子。小梅子，哎，妈妈，怎么了？啊，别哭啊，别哭。你告诉妈，这项链是谁给你的？这是爸爸给我的。你听话啊，你给妈。 小孩啊，不能戴这个啊！不行，这是爸爸给我的，我喜欢。你听话，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拿过来，不行，你给我！你们都不喜欢爸爸，只有我喜欢。你站住！ 小梅，你生妈气了，啊？小梅，你知道吗？妈要是不说清楚那些香料是怎么回事儿。
妈就会丢掉工作的。乖，啊，吃饭。不生气了，啊。小梅子，小梅子是你亲生女儿。你看我这个脑子，我早都应该想到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。那邓江平知道吗？哎呦，作孽呀！你说这不是作孽吗？这是，我现在也是后悔。你说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他就是个禽兽，他连禽兽都不如他。我不少给他寄钱呀，孩子不但吃不好穿不好，这样也就罢了，他还动手打孩子。你说我不把孩子带走了，这孩子不被他折磨死？姐，不过现在你放心，自从他俩离了婚以后，他就很少见小梅子了。怎么会少见呢？他们还是天天在一起啊。你说的谁啊？梅子呀。谁跟你说的？邓江平。姐，你这次是真的冤枉梅子了。那你刚才说的是？我说的是邓江平。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，王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姐，我没法说。你说梅子，梅子真的把你女儿当亲生女儿带的，她为了小梅子，她可以牺牲一切的幸福。真的，你相信我。而那个邓江平，怎么了？说不下去，姐，没法说。王琴，你这是？我憋得很，姐，我憋死了。我想喊，我姐，怎么了？你坐下来，慢慢跟我说好吗？姐，没法说，真的没法说。你说。孩子的亲生父亲把他当抱来的孩子养，没法说。姐，你赶紧说吧。要不是梅子，小梅子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呢。要不是梅子，姐，你真的是把小梅子害惨了。你说你们这些做父母的，你怎么就不早点告诉邓江平这是你们的女儿呢？孩子可怜，他那么爱邓江平的，邓江平。想爸爸了，妈妈，是不是那条项链是爸爸？
那爸爸还会变好吗？小梅子，你听过彼得潘的故事吗？他说呀，在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哭声都被分成一千份，那就是一个装满希望的精灵。每一个孩子呢，都有一个精灵。可等孩子们慢慢长大了，懂事儿了，他就会说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精灵。于是，精灵就掉下来，死掉了。那精灵多可怜呢。你相信有精灵吗？妈妈，那你相信有精灵吗？妈妈相信，精灵其实就是希望。妈妈一直都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可爱的小精灵。妈妈，你见过小精灵吗？它长得好不好看呢？好看呢，其实就是天使，就像小梅子一样。妈妈，我就是你的小天使，对吧？当然了，你就是妈妈的小天使。哎，其实小梅子也有小天使。我也有小精灵，那爸爸呢？你觉得他有吗？你也不能确定是吗？那你觉得爸爸会变好吗？只要你相信他能变好，他就一定会变好。我相信。是啊，其实只要你相信有精灵，生活就会充满希望。妈妈相信爸爸的精灵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说这邓江平啊，我现在真想把他给宰了。我，你俩说啥呢？叔，是这样的，邓江平偷了梅子他们酒店客人的十几条项链，人酒店现在认为梅子跟邓江平是串通好的，酒店不让梅子继续干了。那考试呢？这个畜生，我非得杀了他！我看他心到底在……叔，你杀他也没用啊，也没办法给梅子洗冤呀。那怎么办呢？难道他心里就没有精灵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从来都不觉得邓江平是坏人，那也只能这样。你有办法了。我听上次来咱们酒店的老刘说，梅子当年看黄色录像还被抓起来过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他不就因为这个事儿被那个自来水厂开除了吗？你看，我没胡说吧？喂，知道了，李总。啊，哎，李总找你啊，是不是又为了梅子的事儿？你怎么猜着了？邓江平，如果你可以放弃打官司，这些钱我们可以给你。这都是我东拼西凑借的，所以我还要挣钱还上。你不能让我丢掉工作。你现在这种情况，啊，有没有工作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十一号那天，你到我们酒店来找我，你进了保洁员的储藏室，你是不是拿走了那些项链？我没有。那小梅的那项链从哪儿来的？我捡的。你跟哪儿捡的呀？跟家里捡的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审讯我还是审判我啊？你真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我们家从来就没有那种东西。没有可以偷啊，没准你爸爸就能干出这种事儿。李总，走吧，他们是在演戏呢。小张，
再等等，好戏在后面。就算是那些项链是你拿的，现在也已经没事了，失主他不追究了。否则的话，我很可能还被当作盗窃嫌疑犯，被关在拘留所里呢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们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这事啊？这事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先别着急呀、啊，你听我说哈、啊，我们也不是来跟你问什么责的。首先，人酒店的保安看见小梅子脖子上戴着项链呢，人家怀疑是梅子拿了，因此梅子会因为这个丢去工作，你知道吗？这说的都是什么啊？我越听越糊涂，越听越听不懂。邓江平，你能不能不再装了啊？我最后问你一次啊，那天你有没有去过酒店？有没有进过保洁员的储藏室？我没去过，没去过。你敢确定吗？我确定。邓江平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酒店是有监控录像的。那天你进入酒店以后的所有的行为都被录像了。我是怕小梅子失去父亲，我就把这录像带偷出来了。邓江平，你要是现在还死不认账的话，你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是说，都录上？对对，都录上。告诉你啊，邓江平。梅子是因为看到你还是小梅子的父亲的份儿，在保护你，知道吗？你别不知好歹，你。是，是我拿的，都是我拿的。你们可不能用这个向公安局去举报啊！大不了我不跟你们打官司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小张，怎么样？精彩！这也太精彩了，李总。李总，我看呢，这梅子当一保洁员实在是屈才了。哎，他就是当我这个保安部长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啊，小张，你不是一直说我看错他了吗？哎呀，快别提这事儿，李总。还是你那个当领导的会看人呢。那还开不开了？开什么？开除梅子啊！我说过吗？走。走。哎，梅子，我忘了问你了，你录像带里头录什么了？我那是之前买的两盘空带。啊？哎呦，哎，以后跟你在一起啊，可不能干坏事，否则的话，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果子等着你呢。那就看你表现了啊。不过，我是不会这么对好人的。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我也是不得已才那么做的。那首歌怎么唱来的？哦，对，若是那豺狼来了，迎接他的有猎枪，是这意思吧？哎，我还是喜欢听你唱《红梅赞》。我不唱，那把你捧上天了，我哪接得着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接不住？你嫌我胖？哎呦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你学坏了啊？是吗？那还不是跟你学的。哎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成。十八年苦景无波，未曾来烈府真缘，别开生面。千余岁，寒窑向日，看此处曲江流水。想见冰心。是啊，从古到今，有多少优秀的女子，她们隐忍、包容、孝顺、勤劳，承受着男人都无法承受的压力。她们默默地为自己的丈夫、孩子还有父母，奉献着自己清苦又贫寒的一生啊。是啊，世间向来如此。有多少女子因为优秀而孤独？可惜啊，现在知道王宝钏故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王宝钏苦守十八年，历经艰辛，终于等回了薛平贵的胜利凯旋。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，这十八年来，她都经历过什么呢？
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在重逢了18天之后，薛平贵就离开人世了呢？梅子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，我总觉得你和王宝钏有那么一点的像，至少是你和他一样的坚强。其实我的坚强并不多，只比苦难多一点。汪国真的是，你现在也开始读诗了？略懂略懂，只是记住了而已。哎，梅子，你愿意做王宝钏那样的人吗？那就要看对方值不值得我那样去做。那你觉着我呢？美的你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梅子，我才是王宝钏呢。你还记得这洋拐吗？当然记得了，只可惜他被邓江平弄碎了。我不是先把它粘上了吗？你觉得破镜还能重圆吗？在我的心里，这面镜子根本没有碎过。向阳，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，我有孩子，还有一个病重的母亲，你不怕受拖累吗？梅子，其实我从小到大也没有父亲，我是跟我妈长大的。其实在我心里面，我一直都希望有一个其乐融融的家，有小孩，有老人，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一大家的人可以围坐在火炉旁，坐在炕上，其乐融融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可是小梅子她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啊。梅子，你觉得我现在还会对小梅子不好吗？是，我们是不再年轻了。正因为我们不再年轻了，我们才应该正视我们现在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感受。梅子，我知道你心里头一直都有我。你觉得我们应该再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我明白你的心意。父女相认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！你为什么总是一拖再拖呢？大嫂啊，你身体是这样，我哪有心情去认啊？李老师，你看啊，这梅子自打知道是你的亲闺女到现在，也都快20年了，难道你就不想认吗？大嫂，我现在真的是不想认。李老师，我真的搞不明白你们这知识分子这心里都想啥呀？大哥，我是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。再说大嫂病重在身啊。可李老师，梅子她想认你啊，她总要认祖归宗。是啊，李老师，您真的应该认她呀。哎呀，韦大夫，你就别跟着瞎搅和了，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大夫也是好意。大哥，大嫂，梅子认祖归宗，天经地义。可现在不是时候，再等等吧。还等什么呀？李老师，你看我现在得的这个病啊，得等肾源。肾源就算是等着了，那也只有半成的把握。梅子妈妈，肾源的问题，我们会全力解决的，这个您放心，啊。好，
但你知道吗？我也很有可能在手术台上有个三长两短。你要是不认梅子，我是不会闭上眼的。李老师，你看你也快奔六十的人了，梅子呢也快奔四十了，你说这等来等去的，咋还非要等上20年以后你们再相认呢？大哥，我一定会让梅子认祖归宗的，可现在真不是时候。魏大夫，跟我出来一下好吗？好，不是这早事，他们俩鬼鬼祟祟的。魏大夫，大家伙都想要我，包括你，梅子的亲生父亲，可我不能，这样对不起你妈，可这样对得起所有活着的人呐、啊。哎呀，不能让梅子再遭受新的打击了，这孩子够苦的了。我不配当他的父亲。再说了，他也想认你。魏大夫，这样对梅子公平吗？别再折磨他了。李总啊，我总有一种预感，他能意识到什么。那天他再次问我，那块俄罗斯表是不是我送给蓝美英的？你怎么回答的？我说我记不起来了。魏大夫，你真够傻的。他早知道那块表是你送的，那是蓝梅莹给他留的唯一的遗物。你怎么能说你记不清呢？这不是此地无银吗？是啊是啊，所以我意识到，他肯定知道些什么了。李总，既然他要认你为父，那你就认了他吧。这样也成全了他，也成全了我呀。这我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这个女儿。刚才我向魏大夫询问了一下你的病情。李老师，其实要我的意思啊，不要再花钱治了。真的，这点钱留给梅子和小梅子多好。哎呀，嫂子，钱的事儿你放心吧啊。其实我这辈子已经很赚了，只要你和梅子再一相认，我就算是真的走了，我也心安呐。大嫂，你李老师，没事啊，你喝点水。哎，不。这是干净的，再吃点蚕豆吧。哎，不吃了。没事，尝一点，孝全刚买回来的。啊，好。你吃这个没事吗？没事。不错，你不是梅子的亲生父亲，魏大夫才是。
李英的病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今天亏得抢救过来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这个肾源要是找不到啊，李英要真的没了，看梅子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李英可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呐。他是咱们家的恩人，也是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。还有蓝梅姨、梅子，我都对不起他们。当然，我最对不起的还是你，老魏。现在刘芳马上就要出国了，洋洋也要跟着他走了。你是不是舍不得刘芳把洋洋带走啊？你去吧，洋洋还是跟着他妈妈的好。等他们一走，咱们俩就离婚。我的那点养老金也够在外面租一个房子了。又来了又来了。建英啊，你怎么又扯到这个事儿上去了呢？老魏，我能为你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。现在蓝美银也走了，李英的事情我也帮不上忙。等我们离了婚，你就把梅子认成干女儿吧，好好对她。建英，你今天怎么了你？去过医院了？怪不得呢，那个碎了的保温瓶那么眼熟，那你都听见了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！这些也不能全怪你，有我的问题，有我们那个年代的问题。等我们离了婚，你就跟梅子妇女相约，你们俩一起过吧。不能这么说，建英啊，你想想看，我要是告诉梅子我是她的亲生父亲，她一定会崩溃的。算了，让李想老师认了她吧，这样对大家都好啊。建英，以后咱们两个人好好的过日子吧。啊，你有电话啊？哎，哪里？我是魏建明，是。哎，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去。我去医院。魏院长，你这配型已经成功了，这是手术，咱就马上就做吧。哎，那可不行。向阳妈妈，手术以前呢，还要做一些检查和准备的。哎呀，那不会耽误了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嗯，那魏院长，是不是我这个肾一移到李英的那个身体里，他就能好了？对。哎呦，那太好了。哎呀，那真的要谢谢您呐。哎呀，那。哎，向阳妈妈，手术以前呢，心放平缓点，哎，别紧张吧？不紧张，您身体好没关系。我知道，魏院长，有您给我们做这手术啊，我一百个放心。我知道您医术高明。哎，谢谢，真的要谢谢你。哎呦，我是应该的，我们两家关系那么好啊。啊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谢谢您，魏院长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高林，这回你得帮帮我了。这梅子这债主，这把我给抢了，还让我拿20万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有什么义务给他还债啊？你不知道，他借的那些钱啊，都是我给担保的。那梅子一个服务员，那谁会给他钱呢？谁会把钱借给他呢？他借那么多钱干嘛用啊？还不是因为他那个老爹啊，给吃了喝了赌了呗，是吗？哎呀，高林，你得相信我。不仅如此，他妈得了绝症，那手术费就是10万，这还不包括买肾源的钱，
这家就是个无底洞。要是这样，你更不应该替他还了。他们要再找你，你就去报警。不能报警，一报警的话我就没命了。